各位观众，大家辛苦了。我讲个广东话讲不好，我就说普通话。大家坐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定很累。我们的乐团的同学们也很累。我想最后给大家来点带劲儿，来点力量。最后，我们的乐团为大家奉献上最后一首，所以大家还有五分钟的时间。我们为大家演奏一首林姆斯基库萨科夫的《穆拉达》的组曲，这个组曲呢是最后的一首，叫《庄严的进行曲》，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力量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